新晋的泳池女神。外网哪个外网？颜值吗？我觉得自己长得一般吧，也没有像大家说的说有像什么混血什么的。我是纯正中国人，没有混血，最多是这个村混那混那个村的最多了。原本是想边上是金色嘛，有个好寓意。虽然做了银色，但这样也是拿金牌五分。